西关美食街。杨家馅饼来，往里装来，来，我问一下啊。这里得有20多家，应该是差不多。馅饼非常少卖。今天咱们是目标明确啊，吃一家包子。这里有一家神店啊，前面有个金家馅饼，他家好像晚上不开，就中午，一中午就他一家，狠不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军，今天目标明确，包子铺就他家。新换的菜，就是在这儿呢。给我来个35的。我听说你家有那个偏口鱼啊？有啊，这个，我来个这个。哎，这个好菜，咱必须不得整点好酒。风云降富，封肠。纯粮酿造不上头。风云降富封肠，他的酿造人是李长寿，他也是茅台酒老厂长李兴发唯一的儿子。这个李长寿，我现在还是这个茅台酒的特级酿酒师，这也非常厉害。喝的非常那个素，就是不是辣嗓那种啊，没有，不是那种，满口粮食香吧，你就闻一闻，喝完就嘴里全是那种粮食香，非常好吃。封肠它是5年基酒加12年老酒，配上这个传统老菜，这个鱼合适不哥们儿？我吃就是有点咸。咱看大包子，他家包子非常出名，包子3块钱一个，牛肉圆葱，全是汁儿，有股酱油，我只能说这包子太好了。干嘛去？这酒这么好喝呀？没啥人知道啊，没啥名气。这改天我给我爸整，可惜了，我二叔也爱喝这酱酒。我给他邮2瓶去。这个包子是真好吃啊，这个鱼呢太咸了，这个咸，把它汁往下扒拉扒拉。那吃米饭行，这么多咸，哎呀，18块钱合适不？这就是咱大沈阳的物价吧。这爆肚这火候真是太好了，我这是2条鱼，一盘这个加那个2个包子是60块钱，它是鲜顺肠。那给我装快餐的鲜顺肠，喝点水爆肚，喝点
风云江湖风范，太得劲了。来，大家好啊。他家素馅包子是2块，啊，肉的是3块，对面就是金家馅饼，有汤呀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咱家这店开多少年了？30多年了啊！你看我说的吧，30多年，这里好像都不短，这里开店的都不短。那前我还是小嘎豆子呢，我搁老家还是过门槛了，还干什么呢？尿泥没干了。不打包了，不行，快点了。撤了，搁这屋吃好了，是在大棚里吃好了，搁这里吃不闹哄啊。这家30多年老店啊，哥们儿们指定是准呐，人家不能给我瞎白活。他家包子老多人就是来专门打包包子啊，不搁这吃就买包子，你说好不好吃，对不对？拜拜。